什么问题啊？然后那些油漆开了，就是会闻到烧焦的味道，所以我就把它拆下来。我们录一下。好。我来扣它。这个多少？两分钟。已经记录一点记录哦。OK， 这个你了。不要太轻。哇，一秒钟。哇，还在上面。融掉了，你看，它应该是融掉了，粘到了。你要拿那个前进器了，那冷气啊。好，小姐，慢点，慢点，好，小事，小事，小事。不过你这个冷气很紧了哈。嗯，因为我是从旧家搬过来的。对，明白。可是那天装的时候，那个 aircon condition 都是讲 condition 都还很好啦。等一下，给拉你大概拉一下，会紧吗？红色会紧啊？紧啊？要打的？要打的？嗯。OK， 给大家 OK， 紧那天不紧，给大家 OK 啊，嗯 ，OK 啊，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关 breaker 了吧？啊，我，因为我们要做 testing 这里，所以你那个 breaker 可以要 off 掉嘛，你东西没有重要啊，你先 off 掉了 OK， 啊，你拔掉拔掉了，有那个插头拔掉拔掉了，插头，啊，能够拔掉拔掉了。哦，okay. 有电了。OK 了，这样简单。Okay, 好。啊，我们做一个，拍照。对对对。来来，你要去 ELCB 的。OK， 我先给大家，你不要你不要关机啊。他关了。等他关机。OK 啊。哎，我想用这个袋子，他知道了。OK， 你不要去的。好的。全部好了啊，挂掉了。你看我这里，给你开电一下那边，开了一次，没有电进啊，哎，用紧，关掉，这个是什么？你要拍下面，我就在这。啊，不会关完。关了没有？啊，不会关完，关了，全部关了，关了吗？对、嗯，要拍照。我拿去，我做的新的，他们不要。嗯。现在我要带那个什么呢 ？Battery Jack 啊，嗯 ，Battery Good， 哦，那 Continue 带下。
已经拿上去，拿上去。OK， 好，这么做。好，风一出来就开始。喂，我婆婆你出来先待着。嗯。要开出来啊，这个。哦，溶掉啊！要开出来，溶掉，我不能担心。这个要用钱吗？用钱啊，不能够溶掉啊。我不能进，我的 test 不能进啊，融掉了。你给我个，我全部都拔掉了，我他做他都没来到这里了，行啊，三个拿出来，好了。对啊，嗯，来，我们现在perform insulation test。听到看到没？啊，没有，来。对啊。嗯。嗯。对。OK， 对啊。OK， 好，来，我们这样放放这，这样，再放这放这点，我是看不到。OK， 对，红色。我用黑色跟红色。OK， 没有问题啊。OK。红色。红色跟青色。红色跟青色也没有问题。OK， 这个是青色跟黑色，这个有问题了，这个没有，还没有掉，中间一就没还 OK 哟，这个、还 OK 哟，但是也是有点脏了。OK， 好，好，这样，好，这样，没有，哎。